喂，国文儿，啊，我在呢，咋了？哦，哦，好嘛，好。国文儿，国文儿，呀，你都来了，咋不回村儿呢？啊，还把我叫到这河边儿，干啥呢嘛？啊，有啥事不？啊，我打走了。你打走了，咋说是？上个星期，我答不想惊动乡亲，不想搞得太复杂，一切从简。他愿意回到这山山水水的，我倒是了。当年他的好些战友啊，就牺牲在咱这里，尸骨都没寻见。他是想陪着他。谢谢燕妮。哎呀，你看你还客气的。国文、书和，你看你三个都多长时间没在一块儿了？是这，你们先好好谝，我给咱做饭去啊。好嘛，好嘛。坐在这儿干啥？你什么样子？
阿曼，你这一个人坐在那摊，你啥意思啊你？我是跟你说话呢。你这是不欢迎我和舒和来你们家？你俩咋又弄到一块儿去了些？我今天陪着国文去一趟河边，又去一趟山上。哎呀，现在还有闲情逸致呢，游山玩水呢，闹得好。是这啊，大妈。今天我来呢，是让舒和陪着我一起，把我打的骨灰撒在这泥河里头。啥？郭伯伯，上个星期走了。这是咋不跟我说呢？先，太突然了，你这咋回事去啊？我说你也不要太难受了。这事咱每个人都得经过，你讲看啊。没事，我扛得住啊。大曼，哎呀，咋说呢，一来呢，本身我打这事啊不想惊动乡亲们，这也是我答的意思。再有呢，这水泥厂管停这事，你心里面对我、对舒和是有意见的，我知道。上次你去市里面找我，我也没有见你，你心里不高兴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事嘛，我是做事，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。你看你，好，你没有小心，大满心眼大着呢嘛，大满心眼也大。哎呀，借这个机会嘛，咱三个人能坐在一起好好谝一下啊。这水泥厂关停之后好长时间啊，咱三个兄弟没有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啊。哎呀，你看咱村子里面现在这治病的、犯贫的、这地里撂荒的这些个问题，你们两个一个是村主任，一个书记，你们得想办法一个一个把这问题解决了。共同富裕嘛，是咱国家体制优越的体现。这俺能有啥办法吗？这现在城里大工都不好弄了，全都回来了。所以还是要种地呢嘛。大妈，我就是着急呢，我想着让村里人赶紧挣点钱嘛。你着急，我不着急，国文不着急。再说那地污染之后，那需要时间恢复呢。地，你就知道种地，我种地挣钱慢嘛。哎，果儿，你问大水坝得这要开始修了，修人不？咱村这庄老李都让去挣点钱嘛，行不行？你能不能不提水坝了？为啥不能提水坝嘛？哎呀，为啥？这要等到考核以后出了结论才知道嘛。但是大妈，你这一心为了乡亲们这份心，我是高兴的。哎，你赶紧跟我说一下到底咋回事嘛？咋能？就是我把市里这个资金挪出来放在建水坝工程上了。那你最后咋样？有个结论以后，你看领导咋说？要说我有责任，我就承担责任，承担后果嘛。你承担啥责任？我就想不通了。你把钱挪哪儿了？还不是修水坝了？你还不是为了这泥河流域的乡亲们早日脱贫的吗？对不？没事。我相信组织肯定不会冤枉像你这样的好干部。你相信？你相信有啥用吗？啊？你一个村支书，你能管得了人家省里的国事？咋？我说不对吗？你还刚才还说没事，我说的组织上相信。行了，你们两人不要再提这事了。啊，艳丽，那饭好了没有啊？哎，那做饭慢着呢。不是想着你俩来给你弄点好吃的吗？
那看他们都跟你大满嫂进城打工去，你俩咋不去呢？啊？我不想去城里，我听说启城里打工挣不了多少钱。不试一下你咋知道呢？对不？咋不试一下？嫂，我倒是想去，我去不了。那我打我样子你也看见，根本就离不开人嘛。啊啊啊！对对对对对。 哎，那你咋呢？你咋现在还躲着呢？我咋一天到晚的唉声叹气，腰胀的把门槛子都要踏破了，我根本就待不住人。哎，那看你俩既然不进城，那也不能含着呀，对不？干脆跟你嫂种地去，咋样？ 嫂，你这地不是坏的吗？对呀，花了再治你嘛。我在城里找了专家，弄着你。那治好了再说嘛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没说完，就是坐下，坐下嘛。着啥急呢？这地它要一块一块的治，对不？我看咱村东头的地差不多，种一些先试一下。 咋样吧？啊！嫂，我们实在是没空。对，我们有事呢。忙啥呢？忙着掏尿啊！你突然尿我！我们忙着搞实验呢。啥？搞实验？啥实验？嫂，我们之前在电视上看了，人家种的木耳卖到城里，卖了好些钱了，都致富了。你发财了都。我们也想种，我们就在那破屋。 盖了个小棚棚，里边堆的木头，我们想做实验，种木耳，真搞着。哦，种木耳呢，还弄个棚棚，呀，你俩这捏的捏的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哎，咋样嘛？还在实验阶段。对，实验阶段。哦，实验阶段，好事，好事。 行，那那那，我们就忙去，就忙去。哎哎哎，行，那个你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房子在哪？那抹啥东西？就一个小棚棚，几根烂木头，有啥可看的吗？你妈！我说你看一下，你咋弄的嘛？走，你种的是种死是大死，你先忙着，我们呢是先走了，先走了啊啊！行，你忙着啊，忙着啊啊！给邱玲老师问好。对啊，那你走了。哎，实验不成功就回来种地啊。 夏大雨同志，你不要再拖这个地了，你都拖了5遍了嘛。哎，直说，6遍。喂，哎，聂书记，啊，哦，哦，你等一下啊，面提一下啊。哎，你说，啊，我跟你乡上刘书记在村口等着调研组，你跟大满准备的咋样了嘛？啊，都等着领导来的嘛。聂书记。 咱刘家坪头一回接待这么大的领导，这刘家坪，这个现在这情况，你说不会影响了国文吧？国文不是管扶贫的，咱不会给他抹黑吧？哎呀，你得都不知道情况。这回这个路线就是人家国文主任亲自定下的，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看到真的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能故意给自己抹黑嘛。 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了，我说话的意思都明白就行了。组长，哎呀，舒和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我说的不是这意思，我说如果人家我大领导，万一跑到漫长漫屯他屋一看。 这不就出事了吗？这倒是啊，早说让漫长漫屯回先让他义务去住去，他俩走顶啥用嘛？咱村有几个省油的灯？呀，国文为啥要选择咱这个刘家坪呢？他就是相信咱们，他要的就是真实情况，对不？不要弄虚作假嘛。你让漫屯漫长回亲戚家，完了呢？
完了，你再让谁谁谁去亲戚家，人都走了，村子空了，空村儿。叔，你跟哪把原地待命？哦，号码，哦。待命？哎，这么大的领导，咋能一下都怪到石头村进去去？村子，他跑石头村弄啥去啊？那还来不来咱村吗？ 你几个是在问我呢？呀，不敢到时候给咱玩个突然袭击，那咱都被动了嘛。你这家才是突然袭击呢，玩哈的，你就炸！哎，哎，还真舍不得是突然袭击。四少，你三个先到村口，给咱看着，看有啥情况随时给俺汇报。快进，快进，快进！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哎呀，你干啥呢嘛？待命呢。